古代想做官，除了考试，还有一种最直接最暴力的方法，让人啧舌。自古以来，做官这件事在老百姓眼里始终是高大上的，官老爷威风八面，又拿着草头平民一辈子都赚不来的巨额俸禄，长大做官。光宗耀祖通常是平凡人家对后代抱的最大希望，现如今公职人员需要经过系统的全面考核，古代也有类似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，统考始终是重要的登官渠道。但是除此之外，从前还有许多做官的方式，其中一条较为隐晦的途径，那就是捐纳，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买官。买官这种事在和谐社会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是古代的确有这种不光彩现象的存在。银钱一官最早的源头在秦朝，随着朝代更迭，这种肮脏勾当断断续续时也有发生，延续到我国封建帝制统治末期 M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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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九卦，有四条路，分别为科举、封阴、推选，还有我们之前说到的捐纳。科举就不得讲了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想必各位经历过大型统考的都清楚其中艰难，而封印则是需要祖上与朝廷有功，基本是生下来就已经决定的，推选就有些微妙了。通常这种方式会受到了地方官员或名门望族控制，有点世袭的意思，相比之下捐纳就相对容易得多。当然这也只是有钱人的游戏，只要你有大把银子，心甘情愿奉献给朝廷，上面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在我们的认知里，买卖官职无疑是一种最黑暗最混乱的行当，但是清政府国库空虚，为了周转之需，这一做法从康熙年间一直断断续续进行了200年左右。清朝首例卖官事件发生在康熙四年，清朝立国为久，百废待兴，需要大量的银钱来修整战火摧毁的地区，与此同时也缺乏粮食抵抗灾荒，于是在这时候清廷颁布法令，出身民间家境富足的，只要能为朝廷奉献粮食500石，白银500两，青年才俊者可以直接保送国子监念书，其他民众则赐予荣誉九品官职，买卖官职先例已开，顿时风靡全国，规模越来越大，捐官的价码翻了几倍，买卖对象也从民众扩大到了公职人员，级别也是越买越高，从最开始并无实权的荣誉九品逐渐上升到了掌控一地的县令。可以说此举就像是潘多拉打开了魔盒一样，捐纳之风愈演愈烈，长此以往，官场成何体统？朝廷对此也有些举措，比如硬性规定了允许捐纳的时间，比如战乱时期、抗洪救灾期间、准备军需之时、增强海防的时候才可以买官，在其他时期是严格禁止的。例如康熙50年颁布永不加赋之时，朝廷收入比较少，为了维持国家机关运转，便开启捐纳之法。至于可买卖的官职方面，朝廷规定了京官最高只能买到郎中一级，外放的官员则最高可买到各省道台，而且国家6部之中，吏部和礼部的官员则不卖。可以说这两个部门的官职是行政的重点，自然不会交给没有水平的捐官人士。除此之外，买官者的家世也需考察，毕竟做清朝的官的家世清白，知根知底。根据大清的干部制度，各地进京跑官买官人士必须先拿到中央6部出具的介绍信，证明此人安分守己，文化水平胜任行政工作，相当于现在的资格证书。但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，谁有本事把6个大章都盖全？这就需要一个人脉广泛、能写会跑的社会中介，把两头的利益兼顾起来。于是翰林院便脱颖而出，清水衙门水不清，无非说明腐败的普遍性，而公然卖官鬻爵则像一把尺子，标示着腐败的深度。若满足上述条件，手里又有大笔闲钱，那么从京城到各地的多种官位就任君挑选了。讲到这里，
当时想买这些官职需要捐多少银钱呢？古代卖官叫做自选，即卖官欲爵，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财货就能拜官受爵。卖官欲爵这个词最早记载于南朝梁朝省的宋树波登览传，览姓李安，攀林过甚，财货九十，皆身自料教，只是父子并卖官欲爵，是地府出世道贩卖。乾隆年间明码标价，八品县城约1000两，七品知县则要4000多两，五品同知不到7000两，超过这个品阶的官职就要上万两了。当然这个标准只是外官，京官要贵一些，富人花了这么多银两买来官位，自然要用些手段大肆搜刮，力争回本，捐纳填补了官员的空缺，同时也给紧迫的国库带来了些许缓冲作用。譬如道光30年，仅仅9个月的时间，买卖官职就给政府带来了800多万两白银的收益。清光绪13年，通过捐纳或收入400万两，令人啧舌。由于买官者甚多，僧多粥少，许多人倾尽所有捐的一官半职后，仅得了个候补之位。这一候补没准到死都轮不到，许多候补之官不得不继续投资运作，贿赂官爵，以求得早日上位。虽然捐纳丰富了国库，但是如此昏暗不堪的官场乱象所带来的恶果也是十分严重的。捐纳上位的官员贪腐严重，使得百姓生活困苦，怨声载道，长久之下国家就会更加混乱，就会有更多贪慕权力之人倾家荡产的买官，恶性循环。不得不说此举实是治国败笔，或许清廷也明白此事之危害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更好的对策改善国库空虚。这也难怪，如今流传下来的清朝官方史籍对捐纳买官一事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。可以说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，什么都可以进入市场，唯独官位不能。对此晚清思想家冯桂温有生动描述，近年来流行买官卖官，吏治坏了，吏治一变坏就经常出事，一出事就要花钱摆平，财政自然吃紧，财政一吃紧只好加大买官力度，国家能不乱吗？